韩语中文是一次流行的世界语言，有超过一亿的人口说起语言。现在 Jurupa Hills 高中有中文一和中文二两种程度的课。即使迪摩尔在去年说了中文一部分报道，将在我们在中文二教室外中文二的学生现在学教将生的中文，让我们来看看报道。中文二的课程，学生学词、阅读和词只书写和词，学生也从其基础发展他们中文听语说的能力。我问了谢老师有关中文二的教学目标。中文二是延续课程，加强学生在中文历史所学的听说读写能力。那我期许学生在第二年里能结合所学的中文到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中有效的运用并沟通。那学生在第二年里也将会运用较艰深的文法，熟练的读出拼音和正确的写出国字。我也问了一个学生，因为上了那种文课，即在未来进入职场时，你有打算使用中文吗？我想我可以运用学过的中文来，所以不以功夫为主题的中文电影。在我身后，你可以看到学生们正透过游戏的方式学习中文。学习目前中文课最新状况，我是 Rigo， 你正在办西巴旦新闻报道，将在把镜头交回屏内主播。